里有救生员的，嗯，还不错，这样的工作在海滩旁边看海啊，你有钱你真好。那这是Beach 106 Street， 然后有说哪边有那个 Subway， 像 A train 还有 S train， 还有吃东西的地方。这些人在悠闲，不过他们晒得好黑哦。然后远方，哇，海浪。嗯，今天我的穿着也是一样，脚踏车和那个脚踏车装，还有那个运动鞋，也不太想在沙滩上面走路。这里的单车客没有问题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环境，哈哈哈！之后我会常常来的。哇，另外一端更多的人。能更密集，哇！那我刚才是从那边来的，那边的话人就比较不会那么多，每个人都把自己晒得黑漆麻乌的，还涂那个防晒油。我不搞不懂，反正亚洲人都把自己搞得很美白啊，然后。这里的人都需要把自己搞得黑漆麻乌的。然后这里是厕所，冲水的地方。小泽，嗯，我喜欢这里的生活环境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忙碌，然后也可以非常休闲。